瑞士网球选手费德勒近期受邀出席中国上海大师赛，吸引众多艺人前往观看。而近日王子就晒出与费德勒的合照，王子在文中开心表示：“不可思议，网球新手居然能见到球王，这样球技应该会进步神速吧。”而照片中，王子与费德勒靠在一起，开心对着镜头露出微笑；另一张则是王子拿着手机，似乎在向对方说明着什么。照片一出，就掉出一堆蓝勾勾艺人好友们羡慕留言。而其他网友看到王子追星成功，也纷纷表示：“天哪，太酷了吧！好幸福的上海之旅，超级羡慕啊！”Bye.